今天好，欢迎收看九月二十八号公司暗时新闻，我是邝阿文，新闻开始，先来看今仔日的重要消息。昨日洪台杜鹃杯阿妈五点四十分已经对宜兰南湖啊来登陆，啊，这宜兰所有呢已经出现了超过十七级的强风，因为洪台这高铁。下晡三点就全面拢停，一透早高铁各车站就出现了想要坐车、赶要坐车的人潮。在澳洲海沙堡啊，出现了一个一百外公尺长的大天梯，甲陆营民众是惊到赶紧落跑。要来关心的，就是说强烈风台杜鹃上新的消息，即马伫伊的暴风圈，而且来接触到陆地了后，已经速度变紧了。啊，风台的中心伫大约五点四十分左右，啊，已经对这宜兰南湖来登陆。啊，在宜兰所有有那出现了超过十七级的强风，在新北甲宜兰山区总雨量，讲可能会到九百毫米。今天路林雨伞根本都压袂掉，时间愈晚，台北市的风就愈强，雨嘛一直咧变大。因为强台杜鹃的暴风圈达到台湾以后，就加紧速度向西北西行，中心有其半暝啊前后才会出海。今仔下暗就是影响上大的时间。台风已经在正在通过台湾的陆地的地方，所以风雨风浪都会相当的大，提醒大家要特别小心防范。直接冲击到宜兰，会出现超过十七级的强风。花莲甲绿岛南苏嘛有十四级，苗栗以北拢伫十一级以上，其他地区嘛有十级。除了全台湾拢爱小心强风，杜鹃所带来的雨嘛会真惊人。新北市啊，够宜兰山区是上看九百毫米，台北顶苗甲台中山区八百，桃园南投甲花莲嘛有七百毫米，南部的山区有六百毫米。为卫星云图来看，杜鹃的风台眼是真清楚。专家表示，这代表伊的结构完整。虽然暴风半径无亲像苏迪勒遐尼大，不过近中心的风速是比苏迪勒更加强。一定要特别注意强风的地方，特别是晚上的大潮，还有跟风合在一起的暴潮的一个问题。气象专家彭启明表示，苏迪勒是伫个华人登陆以后受到地形影响，留伫个台湾时间较长。即个杜鹃的登陆点偏北，影响台湾的时间嘛可能较短。不过，毕竟伊是七年来第一个登陆的强烈风台，民众一定要小心戒备。记者林林路张国荣台北报道。这个杜鹃风台来第一受影响的宜兰甲花莲，所以这两个所在一透早就开始进行这有风险的撤离。嘛，因为顶一届这苏迪勒风台当伤到新北市，所以这届新北市有那扩大有风险撤离的范围。你已经要先下山了，我被招了啊！被招了。开车载着规家伙啊，准备要撤村，各官也一号一号协助撤离，尤其是行动不方便的时段。预计是两百多位啦，那到安置中心的话，大概七八十个。强台杜鹃将会伫咧宜兰花莲附近登陆，唔那是宜兰的大同乡，花莲复兴乡村正展开有风险撤离，居民提着行李、确定门笼锁好了才离开。离开嘛哈。花莲吉安乡的居民伫国军的协助下，伫咧门口蹲沙包，向公所也出动抽水机保持警戒。另外，苏迪勒风台重创新北市，造成无奈新店甲三甲严重的崩山。新北市扩大有风险撤离范围，无奈新店、三甲、莺歌甲石碇啊撤离3919人。预防性撤离的3919人，在今天中午以前都要完成。另外，大陆渔工的部分有481人，也在中午以前完成安置的工作。顶回桃园的复兴乡下流部落避别村，好佳哉提前撤离，无人员的伤亡。这边桃园市政府也事先做好准备。昨天针对卡苏诺部落已经先行撤离，那今天针对复兴区的十个里，那么正在进行哦那个预防性的撤离，那总共有357位居民。强台杜鹃侵袭台湾，为了要确保安全，全台湾重点区域拢实施有风险撤离。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确保这游客安全，伫这南投鹿谷甲溪头地区，惊风台来会影响到游客，这饭店甲游乐区的业者有那主动呼劝游客爱赶紧落山，所以大约有七成这房客有那提早来退房。另外，伫仁爱这罗山温泉区，已经大家这土石流警戒的数字，所以有那要求当地民众爱全部拢撤离。
虽然阁是中秋的连续假期，暗过南投溪头的游乐区内面，工作人员无闲伫咧将装饰品摕落来，都惊讲风台一来，警方将园区找出灾情。往年连续假期的时阵，几万人的情形嘛不见了。原来个只烦恼讲风台会打乱上山的交通，请游客先落山。遇到台风天有提前回去吗？还是说有？我们提前今天结束行程回台北。这样子，那你会觉得台风天有点扫兴？会啊，本来想要就是玩到下午晚上，就把山都走完，我们再回台北这样。就怕說民眾冒險上落山，雖然是連續假期的黃金冬季，但不過這一天沒要收人客，還請遊客趕緊先落山。原本预定订房的部分有六七成左右，那因为刚好遇到台风，那我们也就是主动劝退，然后让客人不做上山的动作。虽然损失高达七八成，但为了安全，业者提早关闭园区。另外，在仁爱乡的清境地区，下晡开始也渐渐感受到风雨，因为环岛台十四架线的交通受到阻碍，业者赶快请游客提早落山。在咧罗山的温泉区，也已经启动无风险的撤离。强烈台风已经侵袭到我们台湾，所以请务必今天所有的业者全部都要撤离。因为环岛风雨又搁造成伤害，辖区的警方和公所伫咧下晡四点就开始撤离罗山温泉区，包括温泉的业者和民众全部就要离开。面对强烈风台来袭，南投山区小心面对。记者综合报道。咱头仔讲过，伫即下晡的即五点四十分，即个多管风台已经对即宜兰来登陆了。啊，即马即宜兰确实是透风落雨，风也阁真大，为扛棒拢互即风台吹落来。现场即马详细的消息要连线，互人伫个宜兰的记者曹彦俊，彦俊。主播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宜兰的礁溪市区。从中午过后开始呢，宜兰地区的风雨是越来越大了，目前的风力呢增强到14、15级风，最大阵风还有到17级的部分。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从下午开始宜兰市区已经出现非常强劲的风，车子开上路啊都必须要放慢速度，因为根本就看不太清楚到底前方有一些什么东西，甚至还有路树倒塌，还有一些路牌也都被吹下来散落一地。而随着台风进入台湾，目前在宜兰市区里面呢，大部分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了，因此没有看到太多的民众在路上行走，车辆也都会减速慢行。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呢，宜兰还没有传出淹水的情况，但受到强风的影响，目前已经有3万多户是停电的状态。因此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要提醒民众，尽量就不要出门，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上现场最新情况，我们把镜头交还棚内。咱多谢燕君，我咱说带来这宜兰上新的消息来看，是这台北市区。台北市区对下晡开始，温啊是风雨拢真透，啊伫尾暗嘛时阵啊，伫这内湖市公路258号来发生这建筑工地顶管的烟气倒来，造成这人受伤。这消防队接到报案了，赶紧赶到现场，救起来防疏散。啊，不过风真正是伤过头，连消防队员拢徛袂在，啊倒来烟气是占着一线的车道，也可以当看到这建筑工地顶管。烟气甲铁片嘛是强要落来，予人看到有够惊。啊，即马伫即阿水公路的258号，暂时是先封开。啊，一波开始台北市区风雨愈来愈透，有呾提醒即啊台北的民众爱特别来注意。马尾来看到国际上一挂即意外消息，这是香港发生连环火烧船的意外，尚无造成五个人受伤。另外，是澳洲正有名即阳光海岸的龙岩区，是汹涌伫半暝啊，落来出现一个大坑，正大坑，正大个，有哪个即龙岩的人是惊到赶紧逃跑。大火烧起船，愈烧愈旺，远远看过，强要敢若剩船体铁架，高高的乌烟呛对天顶，附近的大楼强要让乌烟盖掉咧。香港的筲箕湾避风塘，27号下晡，常常发生船大火意外。已经见到好大好多黑烟，跟住一行出去睇，跟住就已经有船着紧火，跟住冇几耐系咁爆咯，系咁爆系，跟住系咁烧埋其他船咯。消防人员接到通报了后，用30分钟才赶去现场，直直喷水条灌救。但是因为火烧的船烧断缆线了后，启动着其他的船，煞造成火直直摊开。至少有9架船火烧，还有人因此火烟砸到伤上病院。警方怀疑可能是以船为家的民众，伫咧船顶煮物件，煞无设立引起火灾，就要再进一步调查。
同款发生在南面，也有澳洲昆士兰的阳光海岸。26号半暝啊，11点外，沙滩顶边的录影，柯敬连雄雄喊到三公尺深。When we woke up, we looked out, and there was a police up here with the lights on, and people running around saying the sinkhole's taken everyone's van. 这个天坑150公尺长、50公尺宽，造成长长的沙滩出现一个大缺口。详细看看，海里面有录影拖车铺在顶内，布棚录影用具全部拢倒伫水里面。好在这天坑是陡陡的扩大，录影电话民众发现了后，紧急通知其他的人。差不多140名游客全体拢顺利逃生。Kids were screaming and carrying on. They were...pretty worried about it because they thought we were going to lose our cars and caravans and everything. 这个出现天坑，有人认为和最近这几礼拜附近地区发生几大件小规模的地震有关系。但是，某地质学家表示，应该是地层被地下水长期侵蚀凹坑造成的。因为这是真有名的度假地点，当局已经暂时关闭录影地，禁止民众挖井。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跟新闻有关系，这道关洪台上新的消息，这个洪台来又搁拄到大楼，在沿海甲近近花所在、地势较低所在，一定爱注意这海水倒灌。啊，在新北市的淡水，而且十点到第一届满楼，都淹到花边的这行人步道了。海水一波又过一波，冲击淡水码头花边，激起的浪就伫咧脚边，那是水面继续升高，就要引起步道。街道里面呢、啊，有时候反而淹得更多啊，因为它是那个排水孔就变堵住嘛，然后就水就排不出来啊，就反而就市区里面还反有时候还会长得会比较高啊。未烦恼水引起来，附近的居民煞对街仔路排水实施无信心。消防队员是讲，去年中秋嘛拄到洪台，印象中海涌无特别较大，也毋过也是趁风雨变大之前，甲花边的小艇调去安全的所在。我们昨天有看潮汐，等一下应该10点多的时候是最满潮啊。风台愈挖愈近，淡水风雨嘛愈来愈大。为着安全，警方有封锁线，禁止游客挖近。海巡署的人员嘛固定在巡。目前是已经属于退潮状态，那涨潮没有涨到很大。气象局原本估算暗时10点左右水位会超过引水的境界110公分，后来更新资料讲，第二届满楼会伫暗时11点超过水位，嘛下修到50公分，也是提醒民众无代志，卖去海边啊。记者林秀新志明新北市报道。先前说到了洪台来的时阵，台北市长郭文韬都同伊出面吃饭，引起争议。伊今日回答媒体提问，来表示讲，这个洪台伊未都同伊出面吃饭。啊，应变中心有哪建立排班的制度？另外，有哪考虑讲要来公布这落雨淹水的图，让民众知影讲对较高淹水。台北市中昼过后，风雨变大，不但树啊叫吹到弯弯去，伫路会行的人嘛爱来注意风雨，怪惊讲手头的雨伞会来开花。伫路边啊的工程护栏以及三角的塑胶窗啊，嘛叫吹到倒落去。因为惊讲风台威力，予台北市造成严重的灾情。台北市长郭文韬28号下晡特别到剑潭的抽水站来看卖即马风灾的准备状况。抽水机的运转是无问题，是通过瓜市长的考试。不过媒体嘛正关心这届洪台，瓜市长该专程留伫个台北市应变中心。这样会回家吃饭吗？不会。你就有可能那个市长3天3夜都蹲在那个 EOC 吗？我说如果3天3夜在这里哦，你咪笑得空一阵，所以一定要很合理的，说明整个那个排班制度重新 set up， 重新建立。我们伫个透早市府洪灾会议内底表示，应该向民众来公开落雨淹水的模拟分析。我们表示，虽然这可能会来影响到房价，不应该让市民知影，家己住的所在将会落大雨，都来淹大水。我是主张开放的，这没有理由说官知道民不知道，这没有道理。在这个趋势图里面，有没有一淹水地区的老百姓都可以来申请那个应急改善措施。可是会淹水地区，就是跟他讲说，你有2个选择，你可以来申请，你不来申请，现在是淹50公分以内，我是不付钱的。另外，郭文天也表示，消防局已经改善即马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地图化资讯系统，透过地图甲无共色彩的标示，会当让民众知影即马灾情的状况以及灾后复原的进度。记者张志雄、林志坚台北报道。
风台大好，我们好这台北的新店溪的原水落多超过了这12,000多。台北的自来水处那照着提水的 SOP 停止提水，所以台北民众爱记得欠水咯。因为这台北的自来水处即马有那提供了21个一同灌水的所在。不管风台带来强风豪雨，新北市新店山区瞬间落大雨，新店溪原水流道飙破12,000多。台北自来水处表示，即卖流道已经超过净水定位处理范围，依照强水 SOP 标准停止停止取水的作业，全面停止取水哈这样的作业措施。那这样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啊，有可能会造成接近2.5万户左右的民众啊，这些直接用户，也就是家里面没有水池水塘的用户哦，可能就没有水。环岛公无水塘用，民众记得灌水塘去储水站灌水。台北自来水处伫上地玉泉、228大湖、南港青年公园等21个所在设置紧急的储水站，和民众来灌水。以往我们就已经有建置这个系统，但是是紧急维生系统。台风天也希望大家能够节约用水，那这25万吨的水可以供应的时间应该是蛮长的。另外，毛兵将烦恼讲无水通用，直接去卖场买水。卖场架顶的水被抢掉了，工作人员赶紧补货。记者表示，平常时逐天干那卖出100桶，这两天都卖出将近2,000桶，比货量比平常时加出3至5倍。因为上一次台风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从那个网络上去订购，可是现在看网络上是全部都已经没有货的状态。台北自来水处表示，目前原水流道已经飙破12,000多，台北市三个净水厂已经停止取水，民众除了欠水备用之外，也要节约用水，共同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是风台拄到大楼和森林四哦，这码头边，而且就开始出现了这海水倒灌情形。啊，伫中华山西，有好民众趁着风台天冒险，在呼吸啊，和救援人员赶紧去靠近，因爱离开。大水已经淹过步花，就要淹在车路顶。沿过详细看，在水道边，还有民众穿着雨衣，提着鱼网啊，在那抓鱼。救援人员是赶紧用放上头放上，化伊离开。在那里垂钓的民众，麻烦请你上岸，因为现在是台风期间，怕你有生命危险。化肥挂波这个画造，这是中华山西庆安水道。遇到多管强烈风台来袭，再加上大楼的影响，水位比普通时悬出1-2公尺，有一挂路段甚至出现水已经淹过半山，淹在车路顶，根本分不清楚讲倒位是海，倒位是码头。当地渔民惊讲，这摆也被吹走，赶紧来拔。啊，这是咧拔鹅来哦。对啊，老弟，拔鹅来啊。另外，云林四号海港边风台也未停了，地势各个的所在也已经开始淹水。民众讲，风台也未来，海水就已经倒灌。正在溪边也赶在咧防护，也未真正的来进前，赶紧将渔船靠岸拔个岸，就惊讲防护到时若伤大，船会吹歹去。也个关机啊咧！这淹过，捌渡过。喊你啊！啊！那个是安怎？哈！这已经大楼啦吼，大楼个风台来，水会较强大。风台影响风雨愈来愈明显，如果遇到中小超级的大楼和森林挖海地势较低所在，民众真紧张。包括四号大水附近出现了半楼海水倒灌的情形，中华甲森林挖海乡镇的民众也真惊讲，风台伫来了后倒灌的情形会更加严重。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有影响到中秋的休假，因为这平湖马竞技场下晡航班全部拢取消，何必倒转来台湾本岛的民众是真着急。啊，伫这东部代替降线，下早10点了后车都无要塞，有那好这台东火车头人是叉叉叉。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后晡机位的民众是甲航空站挤甲满满满。中秋连续假期的上尾一天，煞拄着大管风台，马竞机场下晡以后的航班拢总取消，未少准备要等下上班的民众是有够着急。我不拍给他了嘛？对对对，好。唔呐，马竞机场客满人，台东火车站的外台甲车厢嘛，去予花乡的民众客甲甜甜甜。开站20年来是头一遍去拄着人客满，几啊千位的民众一时啊就挤入啊车站。工作人员是有够无闲，因为代替下早10点以后，东部线拢停开，不少人原本是买有座位的车票，煞被迫爱提早上车。下午的啦，下午15:31。这下一定要回去了哦。啊，不然怎么办？班长说。那时候，我排了。七八个钟头啊，对啊，所以是不是应该县政府的人应该要出来处理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又开始排，也不见得说有车票啊。
高铁下晡3点以后嘛全面停开，一透早就有人等1点外钟才坐到自由座，嘛有袂少原本坐暗时车班的民众只好改班次。都是下午才会回去吧，哎，啊，就是提早到早上这样子。昨天晚上一看到这个新闻报告，马上体检，今天就改做11点半。为了安全起见，几间航空公司嘛宣布停飞部分的航班。民航局表示，为离岛返来台湾的航班，会用讲逐班拢客满。航空公司陆续取消中岛以后的航班，有个影响的人数有5-6千人。记者综合报道。高铁这边是说下晡3点车就全面拢停，所以一透早是个高铁主营站人都有够侪，高铁也阁有开这加班车，啊是部分的民众坐无车，从那转去坐代替甲客运。高铁伫下晡3点就全面停驶，主营站内面规个拢是等买买票坐车的人，排队的人趟过规个高铁大厅，为着消化已经有票但是还未坐车的民众，高铁主营站对下晡1点就停卖自由坐票，时间愈挖近3点，就看到愈侪着急的民众行李关咧，就冲对闸口。就堵了，不然怎么办？预备方案啊，如果真的不行，就只好搭火车。我本来以为可以坐悠游联名卡回去，不过他们现在可能有锁住这个功能，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要另外想办法。有人真好运坐到车，毛未付买到高铁票，民众真无奈，行李关咧，行到外口，因为明仔载若是无法度去上班，全勤的奖金都爱飞去。哦，没有办法，就只好丧失全勤了。对，因为这个在2天就要1个月就过完了，好不容易熬了1个月。没关系，没关系，能上就好了。这边坐高铁，大多数的民众转为选择代替，和代替售票大厅，把钱甲拢转人。没有卖自由座啊，就我们就想改搭台铁。来排台铁，可是台铁好像排不太到。长长的队伍却是豆豆啊叮当，顺利买到票上车是排队的民众目前上阶段的愿望。只个来当讲，道观风台选伫咧中秋假期来时，真正是吹乱了所有人的行程。记者综合报道。即个风台有哪影响到即啊日本的奥克纳瓦地区，啊即神都群岛有哪成都着风台嘛已经造成航班停飞，将近要5000多号来停电。中风吹个气外是摇个真厉害，厝顶监视器所翕的画面也一直摇。强烈风台杜鹃到台湾进前，日本仙岛群岛先做着袭击。先島諸島では最大瞬間風速が70メートル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る地域もあり、住宅の倒壊や鉄骨の構造物であっても変形の恐れがあります。日本气象厅预告，因为风台移动速度慢，预告到19号拢可能会搭伫个暴风圈之内。临海渔民将渔船全部更新换，放伫固定架顶悬，用锁固定，铁链啊锁伫个地面。厝外盆栽是用锁网固定好。太平洋高气压が勢力を強めていて、西の高気圧とつながるようにして広がります。そのために台風はなかなか先には進めないといった状況です。この後も台風は動きは遅い見込みです。また先島諸島周辺、海水温の高い状態続きますから、台風は勢力を維持したまま進んできそうです。目前当地已经超过80个航班停飞，300多号云梯停电。日本沖縄东京五国。杜鹃风台所带来的强风大雨，可能会甲天鹅风台同款，在日本造成严重灾情。除了呼吁民众唔通出国，接近海边以外，爱设置土石放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即间啊，即东北部即加泰隆尼亚自治区的即区议会选举，主张独立的政党摕到过半席次，独派领袖来宣称讲，即代表人民已经授权会当来成立独立的国家。西班牙上好野人口到750万的加泰隆尼亚自治区，礼拜议会选举结果，独派阵营成绩未歹。Hem guanyat, hemos ganado, we have won, nos avons gagné。计票结果，加泰隆尼亚区议会135席，争取独立的独派联名，最终光被摕到62席。加上左派分离主义团体人民团结候选人党摕到10席，加起来72席，掌握着多数席次。杜派讲，这是追求独立甲民主的双重胜利。Yo creo que estamos claramente en una situación de legitimación absoluta para poder hacer lo que hemos planteado que había que hacer, que es mirar hacia adelante, construir un marco diferente y, por lo tanto,
杜拜丁也计划制定宪法，建立军队，设立央行和司法体系，讲要伫一年半内独立。Am siendo muy feliz, es uno de los días más felices de la mi vida. Es muy feliz, y por todos vosotros, muy feliz, es increíble.英国杜拜顶赢实际得票率是47.8%，并无过半。反对加泰隆尼亚分离的执政党就认为独立之争应该就此结束。西班牙总理伫咧过去也不讲，要用司法的方法来阻止加泰隆尼亚独立。这边选举也被看作是12届西班牙大选的方向球。执政的人民党一个主要反对党社会党选票拢大把都流失，反政治的阮的党党得票率也只有9%。民调也显示，大部分的加泰隆尼亚人同意举办独立公投，但是对是不是留在西班牙，赞成跟反对的比例是差不多，形成分裂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各地详细温度，伫北部地区，明仔载温度是22度到31度。第一中部地区温度是24度到31度。南部地区温度是25度到32度，在东部地区温度是24度到32度。华岛的朋友，今晚妈祖温度是22度到27度。以上就是今天暗时新闻，感谢熊振雄华，咱再会。建议一下高铁应该要加开全车次的自由座，它不应该省成本，结果赚灾难财。也个关机啊嘞，最近贵嘛更贵，哈哩到你啊，啊，那是安怎？哈，这已经大楼了吼，大楼搁风台来，水也较强大。这河床太高，它这个不用台风来，只要下5个小时的水，马上到家里。你看我们重建一半的家怎么办？我们已经到欲哭无泪了。We have won, no sabon gagné.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隆尼亚自治区主张独立的党派赢得议会选举过半席次，独派曾扬言将在2017年前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强烈台风杜鹃来势汹汹，各地风雨从下午逐渐增强。气象局预计今天晚上9点，台风将在宜兰花莲间登陆。今晚到明天中午风雨最强，再加上超级月亮所引发大潮，全台各地都必须要严防淹水与海水倒灌。强台杜鹃最大阵风高达17级，足以吹断整排行道树跟电线杆，请务必严防强风暴雨所带来灾情。台风最新最专业的资讯，今晚8点有话好说，深入分析。瑞达。到底爱不爱我啊？没有开始就不会失去，没有开始就不会失去。韩佳，你根本是喜欢我对吧？我以为我们是好朋友，不是？是，但好朋友有一条线，你超线了。周一至周三晚间9点，16个夏天，就在公共电视。我对于我的婚姻生活当中，我就是不知所措，已经处不下去。人家也对他的评价就是浪子啊什么的。我以为我可以改变他，但是有一天早上起来，他突然听不见，而且是完全我们讲话他都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爱的万物论》每周一到周三晚上11点，好好看看我。